叶片发黄啊。发黄的原因呢就三个。第一个呢哈就根系不好啊。第二个呢缺乏营养元素。第三个呢缺光照啊。啊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采用生根剂生根，或者说呢补充中微的元素，或者说增加光照啊。如果连续阴天呢，你可以控温的方法呢来解决叶面发黄的问题。我们现在很多农户呢哈发现叶子发黄呢哈就干啥呢，就是给它打叶面肥啊。你打了叶面肥，虽然当时这个叶子发绿了，解决不了根系差、施肥缺素和光照的问题，这就掩耳盗铃啊，自己骗自己。所以说我建议哈，有问题找问题。